深圳信迪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烟雾喷雾机专业制造商，致力于烟雾机、超低容量喷雾器等植保消杀器械的研发制造，检验检测设备完善齐备，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良好的声誉。深圳信迪科技以潜心制造性能优良、质量上乘的喷雾机产品为目标，真诚服务客户。第一步，打开电池盒盖，放入两节一号电池。打气或者按住点火开关，检查是否点火。听不到点火声，请检查电池是否装反，或者火花塞的高压帽是否脱落。第二步，将喷雾管套在机器前部的抽风管上。此时应注意两点。第一，应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喷雾管，安装于烟雾机喷管前端。喷烟雾请安装喷烟管，单层六控管。喷水雾请安装喷水雾管，三层管。喷雾管套在抽风管上之后，用手前回来回推拉一下，保证喷烟雾管能够轻松自如，前后滑动。第三步，喷雾管套在机器上后，将喷雾管控与燃烧室出药嘴控对齐，然后装入出药嘴固定。第四步，喷药嘴安装于药阀开关上。喷烟雾时，请选择口径小于一毫米的喷嘴；喷水雾时，请选择口径大于一毫米的喷嘴。喷药嘴安装时，请注意不要用力过大，拧紧即可，以免损坏塑胶药阀。第五步，喷雾管和喷药嘴装好后，请将输药管两端分别安装于喷药嘴和出药嘴上，使用扳手卡住出药嘴或喷药嘴，紧固输药管螺帽。第六步，使用过滤漏斗往油箱内加入纯净汽油，不超过八成满，拧紧油箱盖，汽油禁止添加机油。第七步，使用过滤漏斗往药箱内加入配好的药剂，试机可加柴油或清水，然后拧紧药箱盖。第一步，启动前先检查并确认油门旋钮完全弹起，左旋到底至最大油门位置。第二步，拉出气筒推杆三分之二，掌握力度由慢到快，连续迅速打气，听到报鸣声后加快打气，直至机器平稳启动。第三步，如果打气五到八次以上仍不能启动，表明呛油或者点火系统出故障，此时不要强行启动，先检查点火是否正常。听到吱吱的点火声，表明点火系统正常。呛油时可拧松油箱盖，用力迅速打气。机器启动后，请及时拧紧油箱盖。如果没有拧紧油箱盖，机器启动后会自动熄灭，这时请你拧紧油箱盖，重复步骤二。第四步，冷机启动后若出现发凸、运行不稳的现象，可适当关小油门，预热半分钟，待机器运行平稳后再开至最大位置。机器运行平稳，声音连续有劲时，方可打开药阀进行喷雾作业。第五步，施药作业时，请保持机器油门处于最大位置。停机前将药阀手柄置于关闭位置，维持五到十秒排净药管内残留药液。当喷管口无雾喷出时，再按下停机旋钮停机。若中途意外熄火，应立即将喷管口朝下，同时关闭药液阀。不按此步骤操作，会导致药液遇到高温产生积碳增多、难以启动等故障。烟雾机除了可喷施油性、水性药剂外，还可喷施粉剂类药物，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可溶解于水的粉剂。烟雾机的喷药嘴孔径比较细，粉剂溶解在水中，只有形成流动性较好的液体，才能通过药路系统喷出，形成雾状。如果配置的粉剂药物太粘稠，将会堵塞喷嘴或药路，损坏机器。与传统喷雾机械相比，烟雾机喷施粉剂同样可以产生较好的防治效果。下面以多菌灵粉剂为例，介绍一下配药的方法。选择纯度较高、颗粒细腻、杂质较少的粉剂，
按每亩施量进行配置，保证每亩用药量达到理想的效果，多菌灵最大的溶解比例可达到1公斤干粉对2到3公斤水，形成流动性较好的药液，将药液用漏斗过滤后加入药箱。故障现象一，机器无法启动。检查油门停机旋钮是否完全弹起，油门是否开到最大，油箱是否有油，油箱盖是否盖紧，检查电池是否装反，电池电极是否接触良好，电池是否耗尽，打气或按住点火开关，检查火花塞是否有吱吱的点火声，若听不到点火声，请换一只火花塞试。换火花塞后点火正常，说明火花塞故障。换火花塞后仍不正常，请检查点火开关是否损坏。直接把点火开关上的2根线短路，若点火正常则开关损坏。电路是否断开，电路是否接触不良，点火线圈是否损坏，检查是否积碳过多或呛油。呛油请打开油箱盖，启动机器，将多余燃油烧干，然后盖上油箱盖。检查进气单向阀是否松动，单向阀膜片和挡板是否松动、堵塞、脏污。发现黑色膜片有变形、损坏、胀大或翘起现象，请更换。检查供油是否正常，用螺丝刀取出油门控制旋钮旁边的油量控制油针，用力打气，观察油量控制针孔内是否有燃油涌出，若有燃油涌出，供油正常。拔下化油器上的2根气管，取下法兰上的2颗螺帽，小心拆下化油器，不要损坏法兰垫，打开化油器气室盖，小心取出燃油喷嘴，不要损坏 O 型圈。检查喷油嘴中部4个小孔是否堵塞。取出喷油嘴内芯，检查是否有异物。检查化油器上喷嘴孔内是否有杂质。喷油嘴 O 型圈是否断裂、破损或者变形，请立即更换。清洁干净后，请小心按原样装回，装好气室盖。测试喷油嘴雾化效果。机器故障三，出现不喷烟雾或者喷烟雾不正常，检查药箱内是否有药，检查药箱充气管是否松脱，检查药箱盖是否盖紧，药箱盖密封圈是否破损，取下药阀一端的输药管，启动机器后打开药阀开关，观察喷嘴是否有药液流出，若药液呈喷射状射出，表明药箱压力正常。检查化油器充气单向阀是否失效。检查方法：拔下药箱端的充气管，向化油器充气单向阀方向用力吹气，吹不动为正常，吹得动表示单向阀漏气。检查单向阀膜片，发现膜片变形破损，必须更换。